自己的原創歌，就是我自己寫的曲和我找 GL 的歌的詞，就是叫烏鴉般的夢。為什麼要叫烏鴉呢？就是因為它講一些很腐爛的話，那烏鴉就可能很多人去到或者很多國家都覺得是一個很不吉祥，但其實在很多國家呢，例如日本，他們會覺得烏鴉是一個吉祥，所以其實呢一段如何腐爛難的愛情入面總會有一些甜美的東西讓你放到手，那就是烏鴉般的愛情。大家等一等我會講一下，咁空閒嘅時候咧，大家就可以去 like 下我嘅 Facebook page 啦，或者 follow 下我嘅 IG 啦，我叫 Emily 全名啊。Thank you.
手，係啦，好興奮嘅，小朋友。
嘅石頭嘅。大大的掌声欢迎 Manning Prime 比较听得多熟咁咧，转个头咧，就系啦，即系大家可以听下 Emily 女声有咩歌词。
同我出 show 咧，出咗好多次呢首歌啦，就係叫《長期失戀》。但係呢首歌咧並唔係講緊一個人係長期即係冇拖拍嘅失戀喎，如果唔係好搞笑。呢首歌咧就係講咧一對戀人一齊咗好耐，但係根本就已經冇曬感情，就好似即係一齊都不如冇一齊啦，就叫《長期失戀》。最多我最不懂你
誰顧不知情侶，到了吃虧不地自然之水都想要離開，如果只進退是大象談情天地的先進才對，我仍願趁糊塗時留盡眼淚，如天注定要失戀，難道早就也沒權，連互相招呼都感到侮辱，才將自杜撰心中長期在失戀，你我心碎了亦不必入院，唯獨敬佩我自心寂寞怨，個音樂平台嗰度可以download 呢首歌啦。咁嚟緊呢個咧，就係、我好中意嘅一首歌啦。繼陳康之外，好中意嘅一首歌。咁咧就非常多謝 Red House Mob 編嘅呢首歌。咁首歌本身就好癲嘅，因為咧係黃湘俊寫嘅，咁咧就好複雜，好複雜，所以咧就編到 Red House 頭痛痛嘅一樣嘢。加油加油！就係、它就是容祖兒的《雨蝶童》，因為大家可不可以埋少少係高潮少少 ？Thank you。
的风，我是这上半生下半生同样要与浪淘风中跌宕，不相信情人让像孔雀不会飞，纯粹好希望飞不起走得起，这一世怎保证花与蝶拥抱識唱啦，一齊唱啦，咁就我第一首嘅排行咧，叫《我的燦爛》。Thank you.
啊，佢揀嘅呢首歌，佢要同我私奔到月球啊！呢首歌係啊，哇，好驚啊！呢邊有陣煞氣啊，飄佬。有啲尷尬。係。唔係呢邊都有陣煞氣。呢邊都有陣煞氣。我分開咗兩房飄佬。好啦，私奔到月球。我如果唔喺呢邊，你哋會冇咁憎我喺呢邊。唔係，佢哋唔憎我。有冇人 care？ 家裏好多男女啊，然之後好多男女好中意。呢首已經係我哋 set 嘅最尾一首歌啦，希望咧，希望大家識唱嘅話可以一齊唱或者一齊 enjoy 下啦。今日下個禮拜之後又有喺十一又有假期，係咪？咁啊，嚟緊呢三日有假期嘅話，今日梗係要玩盡啦。冇錯。多謝大家。最尾一首歌就係《私奔到月球》，假嘅假嘅。咦？中秋節過咗。好好啊。今日你咯。谢谢你，生命的时间又少了，那下头，我的心，我的呼吸和名字都带走。你才是绑架我的凶手，细节后错的我，是这风逃离了平庸，在心中。天天有无数的人在错过，多幸运有你一起看清晰，在争宠。这一刻，不再问为什么，不再去猜测任何人心和心有什么不同。一二三，牵着手，四五六，抬起头，七八九，我们四。让双脚去探头，让我们去感受那无忧的天空，那月色纯净的感动。但你说会从迷茫还是会寂寞，我笑着倾听孤单终结后的寂寞。
我哋嘅 Solo King Teddy， 呢個係 Sam， 呢個係 Justin， 呢個 JR 啦，好多謝大家。咁我哋仲有一 set 嘅係俾翻 Man in Crime，Man in Crime， 大力掌聲，大力掌聲 ，Yes。